队自由啊？怎么自由啊？没有队长。骆驼疼啊！他师哥，他师哥。我爸，你怎么了？又被揍了一顿。那时候没有架子，因为我架不起来。你已经正式被任命为德云七队的队长了。孟鹤堂去他地，人心散，队伍不好。德云社团去孟鹤堂片段一。臭孩子姐，我上这初一叫老板，你要伙计我到头里上头，伙计你先唱。片段二。啊，呸！哪门啊都不简单，呸！你也太狠了，相声演员四门功课，合着呸！我请您吃饭，不去。我请您吃饭，我去。我是让你花钱。我走了啊，狗也该走了，你也走了。刘姐，我起得来吗？我能怎么下去呢？我又怎么上来的？片段三。我这捧人不行啊，啊，就是台上递不上话，包袱使不响啊。你师傅怎么说的？我跟你说，捧哏的行不行放一边，知道吗？想不想跟捧哏没有关系，都是逗哏的问题。哪怕旁边没有捧哏的，哪怕旁边拴条狗，该怎么演出这怎么演出，知道吗？我师傅，您拴条狗，您倒是给我拴条狗啊，是不是？你看是不是？不是，你能不能这话听着没事？片段四。听爷们儿唱的永远都唱得好的专属队歌。姑娘们升职七队，七队返场必有大乱斗，大乱斗。七队我是七队队长啊。有老你知道现在德云七队姓秦吗？这我的搭档是七队。我用你说，您好好动动脑子想一想啊，想一想算了，你没有我。片段五。笨死你！我怎么着？还礼呀、啊！还礼还礼！啊，还礼还礼！完了，说了，完了！哎，怎么着？今天放了暴露了，走，是你为何？你就问呐！啊，问啊，这么问哈、啊？对，今天放了刀了，别说话，坐下啊！对，今天放了刀了，先说呢。你说，快点。家庭暴力。片段六。这样东西得带死。对，好，在这个上面再找出五个子字，在这个上面再找出五个子字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吗？谁先来？要不我先来？那你们来吗？那你们来吧。学我。学说话很倒霉。我不好。我是混蛋。我罪有应得。我明天枪毙，我不同意。片段七。唐比你帅。呸。怎么可能？这孟鹤堂，弟，知道吗？孟鹤堂岁数大了，88年了都。我88年的，有好多人给他起名字叫糖糖。我97年的，为啥叫老秦呢？
你们都是孟鹤堂的粉丝是不是？来集体出去。堂堂是谁？孟鹤堂。哦，有孟鹤堂的粉丝哈，出去。片段吧。你们好好说，有事。我就是说你指我干什么呀？我就指你了，怎么了？片段九，见呀！是我爷们儿，你在这儿说话呀？说很长吗？你什么时候准备烧？什么时候准备烧？快点儿，是一门语言的艺术。片段十。风在冷不想逃，花在悲也不想要，任我飘摇，任我飘摇。天越高心越小，不问因果有多少，独自醉倒。哥俩老少碰见，没事打个电话问候问候。再怎么着十一年了嘛，这十一年来的父子情拿我来说是有点客气，重如此我不敢当啊。让这个大夫都给会诊呢，得出一结论，什么呀？因脚气导致的十二指肠溃疡。大夫说怎么办呢？好办，吃管达克宁。开玩笑嘛，你就笑了吗？你勉强笑一个行不行？我凭什么笑啊？你这个不孝之徒。孟鹤堂的搞笑名场面。哦，这是从地上。我基本上都在地上吃，我基本上都在地上吃。场面一，场面二，大家就翻跟头，就是翻了一个360，然后一下蹬空了，还是在伸腿的时候就，哇，就是脸先着地，哎呦，然后他们就背着我往前跑，跑几步跑不动了，啊，给我周出去了，完那个人接着把我扛起来。又摔了，其实我那个伤比那个伤还要重一点。场面三，最喜欢就是打篮球，对，太喜欢打篮球了，是，哎呦，特别爱篮球，特点就是什么，带球钻裆，对，举着孙顶，场上都找不着的，那大个在场上都找不着了。场面四，丁山，丁山，丁山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倒是更漂亮，这么好看，你拿那破玩意挡着我干什么？我不要面子的。场面五，干了吧，干了吧，干了吧！我没背下来。我就知道纹身不长个儿，怎么会呢？我爸爸说的，只要我纹身，就把我腿打折。场面六，还给我两分钟。重来，重来。再给我，我唱不了了。看吧，都有事，待会儿谁再笑了买水。场面七，那是就是要说敬业，我可不如孟老师啊。那是孟老师为了创作新节目啊，整宿整宿不睡觉，一把一把掉眉毛，压力大呀！您不知道参加这个节目，压力太大了。我那眉毛够掉几把的呀？反正后半夜也没什么可掉的，反正就是。场面八，那我们老哥仨呢，给您演这么一段啊，大哥。二弟三大爷，你看等会儿，不给的师傅啊，这马褂我穿着。等会儿你都退出了，不要叫师傅，喊同志。德刚，不是我不给。场面九，老得垫底冷是怎么着？我听别人说，这说相声拿扇子显得专业。别逗了，你看这么说的，我没逗，我捧。明星来了，现场就是气氛活跃很多啊。丁炯，你再想想，于炯吧，丁炯。是念兵吗？是。场面时，我有一个小问题想问。不可以。下面这位选手问吧。来自浙江省昭兴市，昭兴市。啥？回来什么？回来。来自浙江省绍兴市。绍什么市？绍兴市。绍兴市。绍兴您在绍兴市。掌声有请。场面十一。大家尽量不要买东西。对，因为什么呢？
大家挣钱都不容易。哎，非常聪明，真聪明，你可真聪明，谢谢。场面十二。哎呦，这铁棒有何用？就不告诉你，就不告诉你，就不告诉你。穿一条裤衩长大的呢？介绍一下。一三五我穿，二四六他洗。对，我净光屁股来着。他好干净，我打小我就凉快呀。场面十三。点菜。嗯，给我来100块钱的牛排。嚯，老板娘说了，我们这儿不卖半份儿。昌济区。你再看看，是一吧？你再想想，是没错，没错啊，那就对了。场面十四。那我自己，嗯，就是今天岁岁，千万别上海边说话，那你牙晒黑了，牙晒黑了。哇！场面十五。您让屁绷着了是怎么着？你让屁绷着了行吗？怎么哪儿就腾了一下，您还撤回来了？范儿要范儿节奏。咸吗？微甜。嗯，微甜，瞧瞧病去吧你。场面十六。精劲儿吧。爱你孤身走暗巷，爱你孤独的模样，爱你冰雪过雪的不可思议。场面十七。当时我是，他们那个都泡池子嘛，那池子那边游过了一大哥，你这澡堂泡池子，露一脑袋，我跟前儿看我。哦，还露脑袋呢。啊，多谢。等会儿拿过一手机来，哎。我这是哪儿啊？这澡堂子，一丝不挂。场面十八。我学学我爷爷洗脸啊。这就是麦啊。我爷爷这么洗。罗耀宇活9岁了，没洗过脸，没洗过脸，差点把淹死。场面十九。什么叫你是富一代，我是富二代？合着你是我爸爸是吗？太讨厌了，上来就伦理哏，有意思吗？这玩意儿啊！我说富二代家里有钱，是是是，这我是你爸，这事你尽量不要告诉长春的朋友，好不好？场面二十。我啊，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先生，2019年1月1日呀，4:44，怎么那么吉利？这数字怎么了？你别给我说呀，怎么感冒了？场面二十一。有请咱们来自山西省的。同叫同啊，啊，同补齐，我不认识这字，同进齐，是吧？你好好在这念一遍。有请下一位选手同进齐。场面二十二。这么着，咱贬低别人，贬低别人，行行，这个你夸的不是地方，贬低别人，快。要说喜剧人里边啊，我最欣赏的演员谁呀？沈腾。是，哦，这是大明星啊，沈腾老师。啊，太好了，好，好啊，好，好贱呢、啊！他场面二十三，游戏点兵点将，哦，这比较公平啊。从这长得好看的开始，要说我呀，场面二十四。好家伙，完了，昨天我气你了，几分年了？嗯，我不知道你是一个文人，知道吗？现在让我很惊讶，但是因为我没有闻过你。场面二十五。是，也是经常接触一些个国际大导演什么的啊。牵驴来的大哥。场面二十六。聊点私科。私科现在。我是特别喜欢您。如果说我要是个女孩的话，我绝对嫁给你。我不一定娶你。我不一定娶你。娶不娶我不重要的。不过我要嫁给你。不过我要嫁给你。